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猪年行大运，吉祥如意。各位师长同仁，新年快乐，天好地好春更好，猪多粮多福更多。衷心感谢各位师长同仁及各方校友过去一年来的努力与支持，因为有你们在各个岗位上全力以赴，为东吴学子牺牲奉献，学校才有丰硕的成果展现。回顾学校近年的表现，在教学、研究、招生各项竞赛仍然稳健亮眼，比如本校106学年度新生注册率位居全国综合性私立大学第一名，今年仍维持佳绩，在少子化严峻压力下成熟不易。教育部教学卓越计划，本校连续13年获得补助达9亿余元，2018年 QS 亚洲最佳大学评鉴，教师研究平均每篇论文引用率排名台湾第三名。2017年度科技部核定大专学生研究计划，全校共61位大学部学生获得补助，通过率高于全国平均。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学校审核，本校今年二度获得教育部认可。2018东吴国际超马及 IAU 24小时亚洲锦标赛，五位选手跑出240公里以上的好成绩，让本届超马创下四度获得金牌赛事的傲人成绩。学校各项成绩卓著，所有工作团队功不可没，大家辛苦了，维大在此献上最真诚的感谢。而当世界快速变化，人工智慧时代来临，我们要积极因应，让东吴学子能够同时具备跨领域专长、创新与创意能力及优秀外语能力。全校教学单位积极规划设计第二专长学习计划，协助学生具备跨领域专长。各学系积极开设创意课程及产学合作创新方案，透过明日文社剧场及东吴实践家创创基地，提供学生各种培养创新创意的实作机会。学校亦规划多元之全英语课程及建制外语自学教室，积极与海外280所大学签订合作学校，透过双向交流，期许更多学生挑战自我，赴外开拓视野。我们都是生命的共同体，我们要齐心协力，面对新时代新挑战，为东吴大学再创高峰。最后祝福大家珠玉满堂，诸事顺利，猪年行大运。